他们平凡，却从不渺小；他们不凡，只因从不言败。跌倒了，站起；失败了，重来。他们的人生因跌宕而完美。我是星月，每晚9:20，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有请主持人星月。说到梦想，马云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人可以几天不喝水，几天不吃饭，2分钟不呼吸，但是不能失去梦想1分钟。今天我们的这两位主角，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样把梦想看得比吃饭喝水呼吸更为重要的人。不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孙飞，今年28岁，我的职业是一名杂技演员。还能这样介绍我自己，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在这个舞台上，或者说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什么能阻止你了。在我23岁那年，我的杂技生涯曾一度被医生宣判了死刑。你为什么还这么坚定，这么热爱？我的人生，我来定义。Thank you.
且太棒了。周老师，我此刻看着这一个心态是惊讶、惊呆、惊吓、惊傻。你还少说了一个惊艳。哎，对，哎，来，赶快跟大家认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孙飞，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我带来几个动作，然后来送给大家当做我的见面礼。好。节目有福了，可以请导演把这个礼品带下去吗？孙飞，我很好奇，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放松的？三位老师，你们想不想喝茶呀？我请你们喝下午茶。好，于老师请来。真的，我今天还有福利，吃的就跑就。我自己倒吧，我来给你倒。你给我倒，你用什么倒？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真的。哦。这沏茶，哎呀，这动静太大了啊！哇，拿脚来沏茶哎！哇，是不是有一股独特的味道？于老师，于老师，你几年没喝水了呀？这辈子谁喝过这样给你敬茶的？孙飞，你一直这样不累吗？你怎么调节呢？你一直这样，你看多累呀！如果我要是这个练累了的话，我还有其他的休息方法，然后边练功可以边休息。怎么休息？然后我可以把自己的脚当枕头，我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好。天哪！哎，孙飞，我真的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身体当中有骨头吗？有骨头，真有骨头啊！真的有骨头。哎，我觉得孙飞你这个功力啊，一看就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年两年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我是从小六岁。练了多少年？已经练了22年。二十八岁。还在练柔术？对，我这个年龄在柔术界算是超高龄了。那我记得他们说柔术超过25岁都很难了，你还在坚持？胳膊腿掰不动了，是吧？柔术，它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然后骨骼可以慢慢的变硬，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他们说，其实柔术上场之前，他们要准备很长时间热身的，对吧？对。其他的柔术演员甚至就是15分钟、20分钟，甚至还可以更长，半个小时。但是我呢，每次上台可能最多3到5分钟，甚至就不用活动。就像刚刚我来到这个舞台之前，我就甩了一下腰，然后踢了一下腿就上来了，直接可以了。对，年龄都控制不了我。能用身体这样沏茶的人，我还真是第一回见啊。但是据我了解，这位柔术女王的进阶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的杂技生涯曾经一度被医生宣判死刑。2011年，当时23岁的孙飞在一家剧院表演她自己独创的节目《空中美人鱼》，当时她被挂在10几米的高空上，剧场里的音乐一响起，孙飞在渔网当中摆弄着自己柔软的身体，当音乐渐缓的时候，渔网从空中是缓缓地降落，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砰的一声，钢丝断了，孙飞瞬间就直线坠落，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一动都不敢动。
原本充满欢呼声的剧院顿时鸦雀无声，救护车火速将孙飞送往了医院，诊断结果也很快出来了，两处骨折，胸椎爆裂骨折和腰椎压缩骨折。医生告诉他，你这腰椎只差3厘米就有可能导致下肢瘫痪，需要尽快手术，得在腰上打上钢板支撑才行。孙飞一听急了，那我还能弯腰了吗？那我将来还能练柔术了吗？医生特别严肃地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表演，将来你这情况能哈腰扫地都不太可能了。一听这话，孙飞的眼泪当场就落下来了，这不等同于给他的杂技生涯宣判死刑了吗？孙飞不甘心呐，因为他从6岁就开始练功，在过去的17年里面，他经历了无数次的韧带撕裂之痛，熬过了6000多个不断挑战身体极限的日日夜夜，才有了在舞台上骄傲的自己。而那一秒钟的坠落，把他的梦全毁了。于是，他决定和命运赌上一把。经过了3个月的保守治疗，孙飞出院了。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儿，就寻思着一定要打破医生所说，他连哈腰扫地都不可能的定论。于是他摘下了护腰，趴在了地上，腿慢慢地向后抬，腰也尝试着向后弯。而没想到的是，他的腰还真能向后弯。虽然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感，但这无疑让孙飞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从那一刻起，孙飞每天坚持训练，上午2小时的柔韧训练，下午3个小时的体能训练。一年之后，奇迹出现了，孙飞的柔韧度居然恢复到了重伤之前的70-80%，他终于有机会可以重返梦想的舞台了。2016年，孙飞接到了来自央视挑战不可能的邀请，当节目现场那个8米高的特殊装置一出现的时候，几乎在场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3个字：不可能。在所有人怀疑的目光当中，孙飞登上了高台。从8米的高空开始，孙飞一次性地通过了4个55立方厘米的正方体箱子，再反向穿过了直径为60厘米的圆筒，并且逐级穿过了每节间隙为27厘米的梯子，最后还通过了高度只有25厘米、长达5.5米的通道。孙飞成功地挑战了这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柔术项目。情况怎么样？柔韧度没有其他的影响，但是后遗症是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我提前2天就会觉得腰可能会很难受，很不舒服，然后就觉得可能明天后天要变天了。天气预报是对，就会长骨刺的那种痛。一般都叫老寒腿才能预测。对，腰也会这样。你的腰已经老了。我的腰现在是60岁老太太的腰，60岁了。对对对，60岁老太太的腰就磨损程度比较大，比较严重。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坚定，这么热爱呢？我所有的努力和坚持，是因为我要照顾好我的妈妈。如果我要是不坚持走下去，就没有人会照顾我妈妈。爸爸呢？爸爸妈妈分开了，在我毕业的时候，18岁，他们分开了。可是我觉得妈妈可能会劝你，别练了，孩子，这又危险又苦，咱干点别的吧。妈妈也有说过，说不要练了，女儿，你可以回学校当个助教老师啊。但是我是觉得，自己已经坚持那么久了，然后
也是向往这个舞台，喜欢站到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觉得你妈心肯定拎着。我重返舞台的第一场演出，我也很紧张，在后台的时候也是一直这样祈祷祈祷，求老天爷保佑顺利。然后演完了出以后，下去就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我说我演出特别顺利，我腰一点都没疼。但是电话那头可能有几秒钟的没有声音，然后听到她哭了。所以现在这五年过去了哈，你妈也不反对了吧？不反对了，现在我们生活过得也是挺好的。收入怎么样呢？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给我妈妈和我在大连买了两套房，车子也有。也好好。哎，菲菲啊，你刚刚说你今年28岁了，对，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啊。是，但是我还是单身呢。啊，真的？对。您别这么激动啊！您别你又激动了，男女我儿子差不多。好，儿子张罗这事。哎，我就想，你就跟妈妈在一块儿，两个女人，就是你再好，这舞台再光鲜，可是你难免会孤单，也有无依无靠的时候啊。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只有该结婚的感情。可能我那份感情还在路上。但是我想你上了那个挑战不可能之后，应该很多人向你出击了呀。挑战不可能的时候，我妈妈在台上嘛，也有说，啊，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像妈妈一样疼爱你的人，也爱你包容你。节目播出之后，我的微博粉丝很多人就留言了吧。对对，很多人给你留言说我愿意照顾你，是吧？对对对对对啊，我愿意照顾你啊，我愿意疼爱你啊，包容你啊，怎么样的，我是警察啊，有的说还是医生啊什么的之类的。每天还有一个人特别的固执，就是早上好晚上好，早上好晚上好，每天都有，已经3、4个月是吧？打卡不错啊，这么多你选一个呀。警察保护你啊。我是觉得还是感情没到吧，缘分还没到。哎，那你之前谈过吗？之前也有谈过啊。那个也是我的粉丝，也说说那个。对，我就是还没上过电视之前，在一家瑜伽馆做瑜伽教练。他们请我过去做瑜伽教练，就把我的那个柔术的剧照贴在他们的墙上，可能还在就是网络上有做广告。他是通过网络然后找到就是这家瑜伽馆，然后他报名了，然后我来练瑜伽。对，我教的那一个班没有男生，只有他一个，每天他就跟着角落就在后面。可能几堂课以后吧，然后那个他就跟前台要了我的电话，然后联系了，然后也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但是就觉得人生观可能价值观各方面的也不是很一致。然后他也不太喜欢我就是出去演出，因为我们出去演出不是在固定一个地方，可能这个城市一个月，下个月就换到另一个城市。他就觉得当瑜伽老师在这一个地方多好。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欣赏你的美，但不希望别人也欣赏到，是吧？可能是男人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霸着，跟小狗不食一样，那是得认霸着。那是说你，我不是这样。你这为了儿子，你都不要原则了，你老师。所以其实你觉得还是缘分未到，没有找到那个最合适的人。对，我觉得会有最合适的来到我身边吗？但是你也要主动的朝他们看一眼。这么多人当中去瞧一瞧，可能缘分也要你主动。可能就是我自己总是像我外面有一个塑料壳一样，我当人面前，我其实我从来都不会对男的哭。可能哭的时候就是啊，自己很伤心了以后，才会晚上在被窝里哭吧。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哎呦，啊，好美啊！周老师说的好浪漫啊，真的。哎，其实周婷老师的经历和你一样，她当年是国内当时一线卫视的一姐，真的。那时候追的人也像你一样，排队是蛇形排的，她那时候也不讨人家看。后来呢？后来静盯着别人看，所以我没关系。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等待那个奇迹和缘分到来的时候，你跳的那个舞空中的美人鱼，美人鱼其实是为了爱情不惜一切，付出所有的啊。我相信那个人真正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们俩都会为对方付出所有的。祝福你啊，孙飞！啊，谢谢谢谢周老师。孙飞不向命运低头，即使在医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宣判死刑后，还能凭借着对梦想的执着逆风翻盘，
重新回到舞台绽放异彩，让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而接下来的这位主角孙征，那可真是为了梦想把世界500强外企的工作都不要了，非要去做那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的互动魔术。不过说了也奇了怪了啊，就这么一个小伙子，连影帝夏雨都在为他打 call。 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他被人称作魔术界的郭德纲，变魔术、讲段子样样精通，0.5米内玩转近景魔术，从未失手。影帝夏雨力荐他的魔术，春晚魔术师 Eve 更对他的表演拍手叫绝。他就是中国最会说的魔术师孙征。之前看过很多魔术师的表演，我倒真的很想看看孙征的魔术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好奇他是说的比变得好，还是变得比说的好。中国最会说的魔术师，他到底多会说，让我们拭而以待。很多人都好奇魔术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其实魔术的秘密并不复杂。今天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揭晓答案。有请主角。Hello， 各位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征。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辽宁卫视，有请主角跟现场的嘉宾老师，还有现场大概有5万多人吧，分享我的魔术，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大家声音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辽宁卫视啊，希望不是最后一次，因为第一次来我不是空手来的。我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这个，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没做红包，那么接下来我数到三，我数到三的时候呢，你们大声地告诉我红包里边有什么，好不好？来，1、2、3，没做就是钱啊，各位。好快！我记得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打车，那个司机师傅跟我说，他呀，刚才坐他车的那个姑娘，因为抢到了1块钱的红包，太过兴奋，所以2块钱的找零都忘了拿。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对于红包的情愫确实大于里边的金钱。那么今天呢，孙征也不发这个，我这边还有一个比刚才那个还要大1倍的红包，想要送给现场最热情的一个观众朋友，有人想要吗？这样吧，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先找一个近一点的女士，好吧？这位蓝衣服的女士，可以吗？小小的红包一个送给你，不成敬意，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大声的告诉现场大概5万多人，里边有什么？空的，真的是空的吗？你给大家看一下。哦，确实是空的。那开个玩笑了，红包里怎么能没钱呢？各位，我这边啊有一张，女士，我这边有一张100块，怎么样，够不够？不够。那你不给我，没办法，我今天只带了这张100块，我的钱包空了。但是我还带了一些更值钱的东西。各位观众，男士们对这个也许熟悉，我这里有一块僵尸丹顿，淘宝买的。所以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也没关系，这个也可以送给你。哇，这个值钱了，女士们一定认识，卡地亚的铂金戒指，15块钱包邮。所以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跟你那个差不多一样大的红包里。所以现在你的红包还是空的，对吗？你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OK， 你的红包还是空的呢，各位观众。接下来我的手里的红包呢也是空的，那么接下来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跟你那个一样大的红包里。哦，还有我的戒指。那么现在这个装满了淘宝货的红包，有人想要吗？观众朋友们，不是我说你们，小时候老师就教导我要视金钱如粪土，越来越多的金钱会带给你越来越多的痛苦，所以这些由金钱带来的痛苦就由它随风而去吧。金钱带来痛苦唯有我独自一个人承担，所以我还有我的戒指，还会变回我的手表，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这仅有的100块钱。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魔术表演哈，谢谢。我们刚刚在看小兵介绍的时候说，孙征就像是魔术界的郭德纲。我以为来错地方，我以为来了德云社。人家的魔术都是尽量不说话，因为想象力比记忆力重要。但是你尽量去说话的时候，会不会衰减你魔术上的神奇呢？其实我觉得在台词上啊，在我们互动魔术领域，还是特别重要的，真的是对魔术能够增添很多更有娱乐性的部分。那我问问，这些段子都是你自己写的还是有个班子？这个段子呢，是有的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呢也有的是我跟别人学来的，然后我们后边团队也在一起想这个事儿。然后我也有个小本儿，我会把平时生活里的一些笑料啊，看到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都记下来，然后在小剧场里去试，如果好使的话就留下来，不好使的话呢就扔掉。小峰老师有个特点，最崇拜是有才华的人。那我觉得今天有没有机会给小峰老师特意表演一个魔术？来来来，好不好？为我而特意表演，没有太荣幸了，活身定做一回，太荣幸了。我要站在哪里？来，站在这里就好了，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我想别人都说在一起在舞台上相遇其实是挺有缘分的一件事，那我也想通过魔术。两颗红心，太美了吧！你可以再摸一摸两颗二，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张纸质的扑克牌。你没看出来插有猫腻吗？你这么近距离都没看出来、啊？没有哎，而且你看反过来就是女生最爱的蝴蝶结，哇！谢谢，太厉害了，谢谢，这张牌可以送给我，就是我送给您的，谢谢。魔术界里的郭德纲，这孙征的表演真有点意思啊！如果他不说，我很难把他和 IT 男的形象对号入座。不过能在世界500强的企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说得有多少人羡慕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要是您家孩子突然有一天说，这工作我不干了啊，我要去做魔术师，您会同意吗？不管你同不同意，这孙征当年还真就这么干了。您问为什么？这孙征啊，还真不是一时冲动，人家上高中那会儿就喜欢魔术了。当时为了学魔术啊，孙征是找到了一家卖魔术道具的店。要知道这店里的魔术道具都特别贵，孙征就和这老板商量了，说自己啊给老板看店啊，老板呢只需要教他变魔术就可以了。老板想一想，觉得这条件还挺不错的，就答应了。而没想到孙征学魔术还真是有点天赋，一边看店一边钻研啊。到了大学的时候，他几乎是垄断了大学里所有的魔术演出，进了外企工作，几乎也垄断了部门所有的年会表演。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在外企工作想想够忙的了吧。这孙征啊，还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一个小剧场魔术旅程的表演方案。写完之后，他就兴奋地去找北京的小剧场谈合作，希望呢能有公演的机会。但是没想到跑遍了所有的小剧场，人家都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白了，就觉得这种小剧场式的魔术表演根本就没人看。无奈之下，孙征各种托人找到了一家小酒吧，在小酒吧里筹备他的首场演出。演出当天，他还动了点小心思啊，把这剧场的负责人也邀请过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当时观众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直接把这剧场负责人的疑虑给打消了。就这样，孙征的互动魔术开始正式进入小剧场。可是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呀，每天白天得上班，晚上还得表演，孙征渐渐的就觉得有点吃不消了。他清楚的明白，他必须要在工作与魔术之间做一个取舍，要不哪一个都干不好。显然孙征是一个爱冒险的人，他
他最终选择了魔术，选择了梦想，因为他太爱站在舞台上用魔术的方式与观众交流了。回忆起自己在剧场里演出的那些日子，孙征说最为难忘的是有一次他邀请观众们上台来说出他们的遗憾，然后他再借助魔术来帮助他们回到过去。有一名女观众上台说她的愿望是考上清华大学，然后和自己当年的爱人报考同一个专业，共度大学时光。但是很遗憾的是，当年她没有考上，也因此分了手。原本啊，这个节目是要变一封信出来的，但是孙征临时决定改变魔术，最后变了一张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出来，上面还有女孩的名字以及她当年爱人的专业。那个女生看到了信封当中的录取通知书，哭了。那一刻让孙征觉得这就是魔术的魅力，也是他当初选择魔术的意义所在。从 IT 男变成魔术男，这个中间的转型是非常大的，而且 IT 男至少生活稳定，魔术男大家其实心目中一般耍魔术的好像就是雕虫小技吧，挣不了什么钱。到底是什么让你有了勇气做这个转型？其实我觉得啊，最大的原因是我发现用自己喜欢的事儿赚来的钱，不管多少，花着特别有尊严。那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感谢的人？特别感谢的是我的恩师秦明晓老师。老师今天也来到现场了，是不是？来，我们欢迎老师，欢迎秦老师。哎，你们好。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秦老师。我的师傅呢，其实是这个在中国呀是唯一一个获得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颁发的年度最佳讲师的这样的一个叫殊荣。然后对，真的是中国的魔术掉河里了，一直没干过。其实大家认识魔术啊，还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是2009年刘谦在春晚上把魔术带到了这个大陆。但是如果大家细心的话，在2009年之前，很多届春晚上也都有，都是秦老师，而所有都是我师傅演的。82年第一届就是我。既然我们今天把老师请来了，师徒两人见面，能不能也给我们表演一个魔术，让我们看一看这师徒二人合作是什么样子？可以吗，老师？我还要教你呀，我们还可以学呢，那太棒了。我这儿有一个有灵性的小熊，哪位朋友愿意上来？来举手，来，大家踊跃一点。好，就你，我就愿意选戴眼镜的。为什么呢？他看不清。哎，你先检查这三个杯子。哎，杯子是。我们请导演给我们观众朋友拿一个话筒。三个杯子都是空的。我们之间认识吗？不认识，从来没有。但是我在电视上见过您的节目。我也瞧见你在电视下头直给我鼓掌。我背过身去，你把这个小熊放在任何一个杯子里扣上就可以，好不好？好。好，我背过身去。哦，你看不见，没事。扣好了哈。好了，老师。可以了。这个我都说了，这个我为什么选戴眼镜就是看不清楚。你呢，不要老擦着东西。我就愿意选这样的助演，在助手里，你看我这个。我觉得这个秦老师这不行，他老看着这个杯子就暗示了，知道吗？这就是啊，重来一次，重来一次。或者你再轻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别老搁这个啊，其他两个也不放，什么地方都可以搁，对，这三个地方之外也可以搁。好好好。刚才你放的太慢了，这一看见家里不干活。
这黄瓜宽的东西都弄了半天。老师，我放好了，小熊。不要对眼，对眼特别不合适。哎，这是怎么就猜这么准呢？这就是心灵魔术的初级版，是你能读心读心术是吧？读心术。刚才你说什么？要让我们师徒二人表演。对，关键的是我在前边，我徒弟在旁边。刚一直对忽略他了，对呀，暗示是吧？哎。是用你们话讲，他是我的托。他怎么暗示的？很简单呀，我事先告诉他，这是左边，这是中间，这是右边。咱俩上台的时候，他要放在左边，你就手放前边；放中间你就搁这儿；说在后边你就在这儿。好了，老师，老师我放好了。简单吧？这个美国魔术城堡里边有一句话，优秀的魔术师用着最简陋的道具达到最惊人的效果。对呀，您这个来的是通心术读心术，那您算过现在一共收了多少徒弟了吗？我收了有十个徒弟。啊，十个徒弟，那说明收徒弟考核还是挺难的哈。您收徒弟有什么标准吗？我收徒弟的标准，对形象没要求吧？长得都没有要求，无所谓，只要他热爱魔术啊就可以。相声界跟魔术界应该差不多，挺讲辈分的啊，讲传承。拜个师什么的挺难的，你怎么想到要收他为徒？第一是他喜欢魔术，我说还在这一个非常二三十人的小，这个叫什么？小酒吧，小酒吧演出的时候，我和我夫人就去看去了。我一看，他的表演能力很强，他的语言能力也很强。那时候他还在一个好大公司，他竟然能把大公司的高薪不要，去选择一个下一步还不知道能不能吃饱的行当。那就有一定的勇气，他的勇气是在于他的喜爱，所以说我就选了他。就您心中是把这个对魔术的爱放在第一位。对，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这个未来的规划和安排是怎么考虑？其实我就想做两件事儿，在未来的路上，一个呢就是做中国最优秀的互动魔术师，第二个就是把魔术旅程在小剧场里再继续能好好演下去。因为我觉得魔术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应该在现场感受的艺术，隔着屏幕 你永远触摸不到魔术真正的震撼和神奇的那个对心理的冲击，所以把魔术带回小剧场是我们这伙人终生的目标。那今天最后我们还想再看一个孙峥给我们带来的魔术，大家一起来欣赏吧。好，刚才我说过哈，我觉得魔术是非常纯真的一个艺术形式，你内心里真正相信，愿意相信，你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那我为什么成为一个魔术师？其实我就特别的相信魔术，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经常给我变一些小魔术。那个时候啊，作为一个小孩的虚荣心来讲，我就特别想让我的小伙伴都来看看。有一次我就求我爸爸给他们变魔术，然后我爸呢就表演了一个凭空打碎玻璃杯的魔术，当时我觉得特别神奇。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小伙伴过来跟我说，嘿，孙峥，我刚才看见你爸在远处用一个弹弓打碎了玻璃杯，当时我生气极了，我说你不要胡说，你不要污蔑我爸爸，我爸爸就是有魔法的。但是虽然我嘴上这么说啊，我心里还是有点怀疑。然后我就偷偷翻了我爸爸的包，真的发现了一把弹弓。那个时候我失望极了，我就跟我爸说，爸，你是不是骗我的？就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没有魔法呀？就是你那些魔法是不是都是骗人的？这个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魔法需要我们一起在成长的道路上去探寻，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别人对你说了什么，心里一定要有奇迹。
哦，我是孙征，感谢大家，谢谢。两位主角用他们的故事向我们诠释了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我想他们的梦想之所以这样的打动我们，不仅仅在于那一份坚定的信念，还有梦想背后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生。不管你有无梦想，都愿你活出最为真实的自己。感谢收看今天的有请主角。大家好，我叫王思金。我叫张方勇，我是一名特别的外卖小哥。我这耳朵上戴着助听器呢，我的视力也不好，我的两个眉骨被打开，鼻梁骨也断裂，里面都是歪的，甩头扭脖子提嘴，我觉得我中毒了，唯一的解药就是这个舞蹈。你冷静，你每天的训练，每天奋力的击打，整个人都会自信很多。